谁呀？啊，我妈。你妈来了？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要，亲爱的，衣服穿好就行啊。怎么回事？家里灯泡怎么老是坏呀？这个线路有问题，怎么样修？哎，那个灯泡好好修一修啊，检查一下线路。啊，这灯泡那质量不怎么好，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我妈回来了，怎么办？别怕，去看你。厉害！妈，我来了。你又找人做家务啊？啊，这是周末啊，我受不了。是看上他了吧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他逗你玩呢。都给我利索一点。麻溜的。使劲擦。